23日 ，Aline 为即将举行的巡回演唱会在香港举行记者招待会。此次是他第二次来香港举行演唱会，但登上红馆的舞台还是首次。Aline 承诺当天会为大家带来惊喜，首先会让大家惊艳的就是超性感的舞台服装。为此 ，Aline 正加强锻炼，令四面台的所有观众都能够看到他 fit 爆的好身材。那衣服方面会不会性感一点？非常的性感，我自己也吓到了，我从来没有这么性感过。然后就在这一次，因为前年在仲夏梦演唱会的时候跟歌迷朋友们约定嘛，那我觉得这个约定呢也要给大家一个实现的一个惊喜，在衣服上面呢也会有做一些小小的变动。首次在红馆开个唱的 Aline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嘉宾名单尚未定好，但就希望能够请来陈奕迅及陈小春担任演唱会嘉宾。有天生歌姬之誉的他，居然大爆自己学生时代曾经是追星一族，对象就是陈小春。我希望我的偶像陈奕迅啊，然后我以前学生时期追过的偶像陈小春啊，都能够当我的嘉宾。对，陈小春是我以前追过的个性。对，你喜欢他什么？一心怎样追啊？就是在他的那个在台湾的一些签唱会啊、签售会，我都有去参加。然后就是非常冷静的那种歌迷，就是拿过去给他 CD， 就说你好，然后就这样走下去了。然后有很多场合就是有机会遇到他，但是都不敢过去跟他说我很喜欢你，我以前是我是你的 fans。